花生同学，你叼着它干嘛？你要去哪儿？走了。花生，叼起来。哎，叼起来了。好。哎呦，又让我们小奶盖抢过去了。一个小麦穗儿，叮叮叮叮叮叮，愉快的小步伐。花生，花生喜欢吃小麦。哎呦哎呦，我们小团子。你也钟爱这个吗？嗯，来，给你吧。花生已经越来越有大局的风范了，现在主要是特别能干饭，干饭王。来撸一撸，嗯，哎，你不是特别粘人的吗？嗯，哎呦，过来，去哪儿？一手抓回来，哎，撸一撸，安静安静，舒坦舒坦。是不是？嗯，哎哎哎，摸摸头，一摸它就念经了，开始。感觉将来抓老鼠也是一把好手，应该比我们的刺头要强哈。你们两个要抢吗？要抢这个小麦穗吗？花生同学，花生同学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一个小麦穗都能让他玩好久。来，叼着走了，轻快的小步伐。哎呀，这两个奶盖，你想把花生的这个小麦穗抢下来吗？哎呀，抢下来了。嗯，我们的美团儿。沉迷抢麦穗无法自拔了。